美丽本人，欢迎，哎，我们的贝来了。Yeah. 去年获得最佳导演奖得主的美丽，今年再次入围好好听音乐奖。美丽协同和她一起合唱的歌手李千娜，光是美丽还不够。加上千娜、哎、根本就是美丽翻倍啊，她真的是每次都很会找人，而且美丽本人旁边都更美丽。 DC Diesel 还有 Star Chen 蔡诗、欸、前面 DC Diesel 蔡诗与 Star Chen 陈星汉、啊、差点被延上了、欸、具自我风格的女 rapper， 嘻哈圈的迷人豆姐 DC Diesel， 还有迷音怪客音乐鬼才制作人 Star Chen 陈星汉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跨界来到这个走中奖，不知道他们来颁奖的心情怎么样？我们待会来问问他们。哦、oh, ，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呢，想必你若无看棒球，你嘛是熟悉伊啦。Hey,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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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对，大家全台湾的人都知道他。欢迎我们今天的颁奖嘉宾李多慧，欢迎！哇，甜美笑容，哎、欸，小心小心，精湛的舞姿，看他现场应援加油，绝对会爱上棒球啦齁。是的，是啦啦队的天花板，来自韩国的啦啦队女孩李多慧。我的团队本来想说今天不来的，但是看到李多慧，他马上冲来了、哦、相信所有的入围者都想要多慧帮我们加油一下。第一次来到走中奖担任颁奖的角色，谁那么幸运从多慧手上拿到奖杯呢？强、欸、强林嘉玲，欢迎！哇，这个敬畏从下喷到上，我觉得导播非常喜欢哦，太辣了吧！出席走中奖星光大道啊，强强总是辣到让人害羞，不敢直视众人目光的焦点。美丽又大方的强强终于踏上红毯喽、哦！他的频道风格跟他一样啊，没得惊啦，没有很大胆，只有更大胆。心里不做作的风格让他可以入围两个奖项，你有听到那个欢呼声吗，观众朋友？哇，大家多爱他！陈远大阵仗前来走中奖的星光大道吼、哦，有这个好野家的孙生、天幕无妖怪、酷炫老师、培根、雷拉、林黛、凯特跟美芬。哇，好强！那无厘头跟疯狂欢乐曾经是他们的代名词，但入围运动健身奖是不是要变成正骨男孩了、啊欸？真的耶！孙生的背面是怎样啊？